还有晶片摸彩券记得哦。贵重物品跟晶片都拿了吗？好，谢谢，加油哦！来这边，贵重物品跟晶片都拿了吗？谢谢，加油哦！来，你的404哦，再往前。没事，往前哦。这边也可以放记录哦，有要记录的吗？来，你的404再往前。来05再往前，来这边80进入哦。来04再往前。那时候还确定，还没有确定。Ladies,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2019 Taixin Women's from Taipei. We'll be taking off at 5:30 for 21K. If you're running 10K, we'll be taking off at 6 a.m. today. First thing you do, drop your bag on a carrier car. Carrier car can carry your bag to the finish line. We'll be taking off at 5:30 sharp. So first thing you do, drop your bag to the carrier car.可以举起你的手举牌，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时间还打气，女孩们加油 ，Good luck, have fun。女生们，今天没有男生，就只有女生，给自己女生一个尖叫声，女力万岁 ！Run you， 姐无畏，加油！今天在大象滨公园，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玩跑教练团。从梳妆打理到拳击游泳还有按摩服务等的所有女生，
那女生们即将登场是五点半钟起跑的21K，那你要跑到终点才有服务，所以加油，请你看自己最重要的，你的鞋带是不是绑好。接下来会下明雪路进入和平公园，那一段有10几K，是风很大很冷的，加油，发挥属于女生最棒的毅力，你可以完成的。给你自己来自上海完成十个全程马拉松的列车长沈林杰所带领的卓方恒、王志伟、张志雄、林嘉宏、杨翔琴，接下来是两小时整个组别，也是来自上海的列车长，这里有杨乐，还有高盛带领的配速员于俊贤、沈李健、马传贵、吴景荣、林献堂、刘素雅。马上为你呈现的是1小时50分的组别，欢迎施嘉欣、林毅翰、李燕琴、郭启祥。最后是1小时40分的组别，由列车长苏昌国带领的配速员叶凯翔、许俊清，跟着所有配速员就对了。接下来欢迎我们女孩们可以慢慢的进入起跑线，也让 Dennis 欢迎21K 的明星级跑者。那待会如果听到你名字，请您务必站出来对大家挥挥手。21K 有大明星雷米莎，你在哪里跟他挥手？嘉颖会陪你跑，许培仪主播跟你跑，还有高欣怡主播为你跑。在拉来了吗？拉来了吗？嘉颖给他挥挥手。待会一边跑要唱寻人启事给我们听哦，好不好？谢谢。许佳颖，哇哦，许佳颖，你又不要很草率啊，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空间，你的手打开一下，手打开一下，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空间。我刚刚满身操了，进场欢迎三位来自屈辱岛天王级的人物，掌声欢迎贾斯汀、大圣、小马。女孩们，交给三位。Yeah.
小新老师、医生老师跟小王老师 ，Thank you， 谢谢。